上一则关于 BLACKPINK 成员 Jennie 的减肥食谱引发网友们热议。影片中提到，过去 Jennie 出演电台节目时，曾被问到管理身材的秘诀。当时她表示，活动期间尽量不吃咸的食物，并且持续做瑜伽、皮拉提斯等其他运动。而对于脸上的肉比身体多的提问， Jennie 笑着表示，透过镜头有时候脸会显得很圆，所以粉丝常常会叫我饺子。一边想着这个绰号，一边努力管理身材，表示自己是多亏粉丝才能坚持运动。影片一出，让不少粉丝直呼 Jennie 真的太可爱啦。